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第一时间率领中常委党务主管痛批执政党，但是对于执政党用行政力量明目张胆操纵罢免案，我们对此表达谴责跟失望。江启臣面色凝重，将罢免案矛头指向执政党，同时也表示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将会尽速与韩国瑜市长还有党内的干部讨论如何面对接下来的补选挑战。韩国瑜敖桃厝云林县长张立善也痛批民进党根本操纵民意，中央民进党的执政过度的民粹操纵，让很多所有的县市长非常的却步。朱立伦也发文感慨，对认真辛苦的高雄市府团队与韩市长感到不舍，这是不公平的评价。连胜文更在脸书直指中央，疫情导致许多人生活困难，而政府纾困却有一大堆问题，但推动罢韩却是从中央到地方不遗余力，这大概是一种民进党急着帮自己人纾困的概念吧。另外，洪秀柱也痛批罢免案的过程充满丑陋的政治算计和行政不中立。国民党秘书长蔡正元在脸书直接了当，这场罢战是黑暗政治的斗争。高雄市长罢免一案，国民党对绿营看似符合民意，实际却充满计算的操作，纷纷表达不满。记者综合报道。